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中赫国安顺义青训基地参加咱们的球迷开放日活动，希望大家今天能在这里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梯队呢是咱们中赫国安青训的一个竞训体系，是未来可能更多的向咱们一队输送人才的一个体系。这个场地呢，它是咱们中国残疾人运动管理中心和中赫国安共建的。整体这块基地里边，它很多其他的配套设施。目前为止训练的球队呢，一共有五支，一个是咱们的预备队，还有咱们的 U19 梯队，就99年龄段的，还有咱们的 U17、U16 和 U15 这三个年龄段的球员。接下来在四月底五月初还要做一件事儿，就是咱们已经公开开始向全北京范围内招募05、06年龄段的球员了。俱乐部给我们球迷体验那个青训的那个俱乐部的机会。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体会到了俱乐部对每位球员的付出和球员们的努力。今天非常高兴啊，大家欢聚一堂，这里边有咱们中赫国安99年龄段梯队、01年龄段梯队和2002年龄段梯队。还有咱们从室内特意赶过来看望大家的中赫国安球迷，谢谢大家。今天咱们看到，今天在咱们的所有的梯队训练中呢，球迷都热情地为咱们欢呼和助威。欢迎在座的诸位啊，包括严老师，还有那么多球迷能够来到我们国安青训的这个基地。让和我们这些年轻的球员呢一起来共同提高和成长。我觉得呢，有很多老的球迷，真的，我觉得北京足球的这种传承吧，这么多年了，是有了这些球迷，才有了我们国安俱乐部这种前进的方向。我呢，用我的话来多鼓励鼓励大家，大家需要坚定你的信心和信念。既然选择了职业足球这条道路，你就要用你的心，用你的力去把它完成好，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职业球员能够学到的东西。